因为这个经是大乘经，啊，是圆教的大乘，啊，所以它必须三福具足，啊，这个乘善男子，这个底下的注啊，我们要细细去读，因为这个声音。是普贤菩萨修行的纲领。普贤菩萨以这个纲领指引华藏世界，一切法身大事，念佛求生净土。我们虽然做不到，不能不知道。啊，知道之后啊，应该尽心尽力去做，努力的去做，认真的去做，那就叫修普贤行。啊，普贤行从哪里修起？从礼敬修起。啊，我们看这个注解，由心恭敬，蕴于深刻，而辩理出我慢障，其净性善。前一句是讲他修行的相状，啊，修行的样子。后面这一句是讲修行的效果，啊，这个效果能除我慢，能生起净心，这个净心非常重要，啊，净心是性德。我们的性德被这个烦恼障住，不能现起。什么烦恼呢？我们用这种方法了，断烦恼，恢复性德。可见得这个礼敬诸佛就非常重要了。那么在刚才说的关键的三福，三福第一条里面第一句孝养父母，第二句奉师师长，如果没有敬心，这两条就做不到。孝养父母一定要敬，奉师师长一定要信。对老师没有信心，那什么都谈不上了，啊，什么都学不到了。所以现代这个社会师道没有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师道没有了，世间贤人圣人就没有了，师道没有了，给诸位说孝道也没有了。那么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诸位细细去想想，
不难得知啊，这就是所谓大乱之时。底下的注解：言出我慢张者，特别就它的效果上来说，未有用我，故与他其慢，慢因我起，名为我慢。先解释这个名词，凡夫之所以不能成为圣人，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那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所以《大小乘经论》里面都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将我执断了，就超越三界轮回了。这就说明了啊，三界轮回是从我执而生出来，我慢呢，就是我执啊。先有个我这个错误的观念啊，我总比别人高一等，别人总不如我啊，这就生起傲慢了。凭什么你骄傲呢？凭我啊，我就骄傲了。底下文里头有细说啊，这个慢呢归纳起来至少有七种啊，有七种慢啊，就慢因我起啊，就从我执生起来的。这是俱生烦恼啊，不是一时，生生世世累积的，很难断的。唯识论云，云何为慢？是己与他高举为信，这个信就是体性啊。这个傲慢的体性是什么？就是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高，能当不慢啊，当是障碍。不慢是信德，生苦为业，也是讲它的作用。这个慢的作用是什么呢？作用给你带来了许许多多的苦恼啊！啊，本来你过得很自在、很快乐的，哎、啊，天天觉得人家都不如自己的时候，这个麻烦就来了，啊，苦恼就来了。为若有慢于他，有德心，有德心不谦下了啊，确确实实遇到一个人，德心、学问、才艺比自己真的是高过，真的高过，可是自己呢还是瞧不起他。啊，那有什么了不起啊？啊，就是连现在在台湾少见了，大陆上还有，啊，逃犯的乞丐，
乞丐在这个社会上地位是最低了，贫贱到了基础了，贫是没有财富，贱是没有地位啊，到基础的了啊。他看到做官的有钱的时候还哼一声，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有几个臭铜钱而已吧。他还不服了啊。从这些地方就显出这个我慢烦恼的严重啊，不肯谦虚啊，不肯卑下。由此生死轮回无穷，受诸苦故，名为我慢。那么他造的这个业，感受的苦报，是无尽的轮回。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好像不太严重嘛。世间人还认为是理所当然，值得骄傲，那有什么法子？儒家教导我们是傲不可长啊！儒家知道人有傲慢心的，希望你不要再增加了，不要再增长了。因为儒家的教学没有教你出离三界所以劝你傲不可长。佛家呢，他的目标是要超越三界，超越三界这个慢一定要断，决定不能有，有了是决定不能超越三界的这个是目标不相同啊，这个标准也不一样哪里可以说值得骄傲呢所以我们听这个世间人常讲值得骄傲这句话很刺耳值得骄傲的意思就是值得轮回呀就这意思无论修行怎么好，无论做多少功德利益众生的事情，比比观世音菩萨，比比地藏王菩萨，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人家无量劫来无条件的教化一切众生，财法无为，种种布施，你哪一样能比得上菩萨？你有什么值得骄傲所以跟佛菩萨一看呢，我们这个傲慢的心都没有了。我即是慢，名为我慢。我慢即障啊，那就是障啊。这个障是烦恼障啊。佛把所有一切的障碍归纳成两大类烦恼障跟所知障这属于烦恼障名我慢障，此离境行能对治之这才晓得佛教我们修离境，是不是佛菩萨善知识需要我们对他恭敬呢不是，如果他需要我们对他恭敬，他就傲慢了他确实不需要，而教我们用这个方法呢，是除傲慢障的，是这么个意思佛教导我们这第一堂课第一个科目儒家教学也把这个当作第一个科目你看诸位展开离境
离记一翻开头一句，去离曰无不尽，言若是安定此安民哉。你看他跟佛讲的没有两样嘛。第二条就傲不可长，那么孔老夫子跟释迦牟尼佛，我们在历史上读到的，他们两个人没见过面的，没有交流过，他们的思想见解、教学的方法完全相同。这不能不佩服啊！所以一定要晓得啊，这个礼敬是信德，破除无始劫来的烦恼障啊，作用在此地。我们自己修。认真的修学，这也就是自心化他啊，我们做出个样子给别人看，让别人看这个样子，回家好好的去想想，去反省反省，慢慢的呢他就觉悟。所以我们做出来的身教身教就是表演给大家看，不但在演说，我们还在表演给人看我们恭恭敬敬的拜佛拜菩萨圣贤的形象，在台湾佛教相当普及，大家见到呢不奇怪，看得太多了。在外国尤其在中国大陆，人家看到你跟佛菩萨形象磕头啊，他觉得很新鲜很稀奇，我说他没见过你在这里拜佛会围到好多人在旁边看甚至有人问你为什么要拜这个泥塑木雕的偶像，你能在这个时候说出这一番道理，这就给他们上了一课机会教育他们恍然大悟，这才明白是一桩什么事情佛当年到处教化众生，像这种机会教育的太多太多了。这大藏经里面可以说一大半的经典都是佛的这个机会教育所记录下来的特别是那个小部经，那经文很短的，都是属于机会教育这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下面说讷诺三藏说七种理，讷诺三藏法师他给我们说的这七种理，也是根据经论所讲的这个抄里头有说言讷诺三藏等者，就是前面这一句准大经速度，这个大经就是
华严经疏钞啊，清凉大师的疏钞。居云诺诺摩提，高僧传中名诺诺曼提，用这个音译啊，有的时候用的字不一样，它的音接近啊，这是梵文音译的啊。这个法师是印度人啊，不是中国人啊。此番宝义啊，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宝义啊，本天主人也，原为是来至洛阳，住永陵寺啊。原为是在中国南北朝的时代啊，清凉是唐朝时候人，引用人家的东西啊，不可能在他之后后他们见到，是吧？这是南北朝时代的人啊。这印度一位高僧到中国来啊，住在洛阳啊永宁寺，学善无名，精工道术，法师称三藏法师，在当时学历是最高的啊。我们看到梵经上三藏法师，这是他的学历啊，就像我们现在所说博士、硕士学位啊，这个在佛门里面是最高的学历啊。对于三藏经典，他都能够通达。这个善无名就是特别，对于无名啊，他有专长。悟明用现代化来说呢，是古印度的哲学啊，这那是他的专长啊。他还兼修道术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显示这个用现代化讲，它有特异功能。我们一般讲神通，像大陆上讲特异功能，那道术啊就是这一类。常讲华严经，以扬众教啊，涉思礼敬，尤其七种。这个对于华严很有研究，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华严学者啊，常讲华严经。可惜呢，他这个著述啊没有流传下来啊，在古时候这个著述流传呢是相当不容易事情。完全要靠手写啊，手写这个数量啊一定是很少啊，天灾人祸的变化很容易丧失掉啊，不像现在印刷术发达啊，我们印的东西至少会印几千本，那就很不容易散失啊。那个地方失掉了，还有别的地方可以找到啊。所以古时候东西保存不容易。
那么他讲华严，华严是一乘圆教，对于其他的这个教派呀、啊，就有褒贬了。以阳就是褒贬，那么他说这个礼敬呢有七种，宿主切外更加三种，一缘十礼。宿主就是做苏超的这个人，这个人就是清凉大师。清凉大师呢就从诺那的七种礼啊，他老人家再补上三种，就凑足啊这个十种礼。因为华严都是用十表法嘛，啊，就用十种礼，啊，所以这个是以诺那三藏啊七种礼做基础，啊，这是清凉大师再加三种，啊，这是十种礼，啊，起十门礼，净月显首大师。无教了解，二非一故啊，这个二非一故非、我们看到底下了就明了了啊啊，它不是五教里面所说的啊，这个故非五教啊，就不是五教里所说的。三接通第一、第二教，四一第二教，五六啊第三教，七第四教，八九十合接此段啊，这是属于第五教啊，第五教就是圆教。那么这个十种下面呢都要细说，能所具义啊，能理所理啊，这才讲得圆满啊，讲得完善啊，就是具足的意思。三业备啊，三业是身与意，位于最尊之顶，名蓬三宝，最卑之足，敬之至也。礼敬的时候，是我们以我们的头顶，在我们一个人身体上，头顶是最高的、最尊贵的。我们以头顶呢，去礼三宝之足，足是最卑下的啊，以最顶呢去礼这个最卑的，这叫最敬礼，在佛门里面叫做戒足礼啊。所以我们礼拜的时候翻掌，翻掌意思表示戒足，他的两个脚站在我们手掌上，我们的礼足是这个意思啊，这个翻掌就是戒足礼啊，这最恭敬的礼啊，是敬之至也。故云呢，音重啊，音重啊是意义，我们心对于礼敬这个人敬重到几处，发愿即成名。我们礼拜的时候心里面都有个愿望，有的是说出来了，有的虽然没有说出来，默默地在祷告，那也是语言。
那希望佛菩萨加持，希望佛菩萨保佑啊，这是我们一个心愿，说出来了，这是语意啊，语意。五体投地，这身的动作，这是身业。所以在礼拜的时候啊，三业具足啊，三业恭敬啊，那么这个就有感应了。感应从哪里来的呢？感应从心性当中来的，不是我们表演的这个样子，佛菩萨看到就喜欢，他就来了，不是的。你那么个想法呢，那完全错了。感应是属于自然。佛在经上讲的很多，而且讲的很清楚，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我们以真诚的心，以清净的心，以极恭敬的心向佛，佛就来了；向菩萨，菩萨就来了。佛菩萨怎么来的呢？从心想生。哎呀，那这个佛菩萨是我们心想的，不是真的。注意要知道，心想就是真的，不是心想的，那是魔来了，那个麻烦就大了。西方极乐世界，唯心净土啊，自信弥陀啊，是我们真心本性变现的境界。我们心想，佛哪有不现前的道理呢？所以这个心的想念关系太大了。设法界就是心想变现出来的，从心想生的。想佛就成佛，想菩萨就成菩萨。想贪嗔痴就变三恶道。天天想贪，贪是魔鬼道。那就准备什么？准备将来死了之后就做鬼去啊！成慧是地狱道，就是你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喜欢，这个事情很麻烦，将来地狱道就有份，那像地狱道。愚痴就是是非善恶、正妄邪正都搞不清楚。都搞颠倒了，叫畜生道，畜生没有智慧，不辨善恶，不辨是非。